can A B C G A short one take one. Stand by and action.很高兴，也很荣幸，再次有这个机会，可以跟麻婆源珍香合作拍新年短片。然后去年的整个制作反应还不错，所以今年我们以一个更加专业的团队来呈现给大家。这一次的整个制作比以往的其实差别还蛮多的，因为整个故事的结构、故事的安排新演员、演技、时间，还有不一样的 location 的安排，我们都做得比较仔细一点。安弟，你去问过他吗？安哥，你去过吗？所以这次的挑战其实还算蛮刺激的。更加好，不要紧，你上来更加好，你吗？好，不要不要，完全不要，我忘记，你跟镜头讲说你忘记吗？哎，不忘约。哪里？你看呀，点点来 ，OK。明天，我们连过来。我们就希望在一个有限的资源里面，能够达到一个专业的水平。OK。来，三二一。Hello， 其实我们的今天的那个时间是月底，所以大家应该会比较辛苦一点的。所以整个东西是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这些东西，然后早一点可以收工的东西。因为晚上如果你照着那个时间表来走的话，我们应该需要拍到半夜三点。这次我们主要遇到的困难是时间跟地点的不同，因为我们只有两天的预算来完成这部短片，然后第一天我们的拍摄几乎用了24个小时来完成。吃饭啊，一起吃。雪梅姐在这一次的短片呢，饰演的是一个妈妈的角色。为什么这次我们会邀请雪梅姐来担任这个角色呢？因为我觉得雪梅姐是一个很有经验，不管在舞台剧、电视剧或者电影，都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演员。不要拉我！你看我，不要拉我！另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会邀请雪梅姐来参与这部短片，是因为其他两位演员都很新，都是新演员，从来没有演过戏，所以雪梅姐的演技，我相信能够带他们更快的进入这个角色。什么都不重要，家人最重要。其实这部短片我们主要要带给大家的讯息是原谅 forgiveness。谁带过他？他现在表成这样，我真的对你太失望了。一家人始终是一家人，不管你的家人做了什么错事，或者是伤害你的事情也好，只要他是真心改过的，其实没有什么比家人更加重要。希望这个短片能够让大家意识到家庭观念的重要性，然后回家团圆始终是我们华人传统的一个必须。希望大家今年能够提早回家过年。不是，就是这样，其实来，再多吃来。大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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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宝。可以吃。Check playback. Check playback.
来，95啊，95。哇，腰呗。